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怎么又是这两个畜生？这两个超级烂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赢，完蛋了！刚刚跟这两个人没赢过，在对面他们也没赢过，可怜呐、啊，有点难受。这个都玩那个平头荧幕的啊，洗吧路吗？真正的雪上加霜来了，感觉这两个真的很扯。感男香的补扣自动感的可以盖遮就没那么强，屌丝被砍得有点严重，也不知道什么会挨了这一刀，还是因为跟工程有关系。嘿嘿，靠腰啊！不够可以盖啦、啊，自从那个谁啊传功出来后就感觉可以盖了，没那么强，只有四阶没有。其他锅点还很强。啊，我的，刚刚没看到。看错招了呀！我操！感觉对咯，突然给你了一个二，保证你补不到。
紧张的喽，南湘，你也不能挖球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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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不是觉得这流川枫有点机车啊？那也不对劲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要贴吗？要贴吗？贴不贴？哎、欸、哎、欸啊，靠腰里面自己猜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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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旁边有个小手手来挖我。靠北怎么是这个的？比你还稳还要不够，这个是个大招的不够。应该是赢了，时间拖了多久了？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花之丸第三组 LINE 贴图都已经发售了，你还没购买第一和第二组的贴图吗？如果前两个你不喜欢，那你就别错过这次第三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了哦。想购买或了解的请搜寻 SystemB 或花之丸。